来了车展怎么能不看豪车？最豪的 SUV 是谁？大家都知道是库里南嘛。啊，我没排上队。当然了，如果就这么走了的话，领导该扣我钱了。所以呢，就带大家来看一看中期改款的新天悦。前脸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奢华又尊贵的钻石切割大灯。后翼子板的设计继承了宾利传统的车身线条，再加上后轮距加宽了20毫米，整个车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怒自威。轮圈22寸的全系标配，5种造型，2种饰面，做出选择的时候到了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大人我全都要。全新的家族式尾灯跟后备箱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，牌照架被移到了包围的下方，再往下呢就是双边共4处的排气。看看内饰，专属定制，精湛手工，百年零时钟，飞翼式空调出风口，风琴式按键，立范的标志不能丢啊。10.9英寸的中控屏，12.3的液晶仪表，手机互联，手机无线充，全新的多功能方向盘，科技一样也不能少。座椅有2+2/4座、2+3/5座、2+3+2/7座三种版本可以选，我们今天这个是4座的。奢侈是什么？就是有足够的动力储备，但我可能永远都不用。4.0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峰值扭矩770牛米，匹配8AT 的变速箱。至于价格嘛，246.2万，嗨呀，是不是比隔壁的库里南便宜多了？